都不要拦我，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拆了班主任的家，以防万一，我先去看看他在不在家。我去，竟然睡这么香，我都走到他面前了还没醒。我的电脑原来在这，既然拿回来我的电脑了，那我就不拆你家了，喂你桶鸡汤喝喝吧。好了，再往门下放个压力板，让你也体会一下失去的感觉。这旁边是老王的家，不过已经被我花了54188买下来了。好了，先在这玩会游戏。什么什么什么情况？我就睡个觉，我怎么嗝屁了？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电脑没了，肯定是小子刚刚拿走了。班主任怎么还没来？我都等不及了，这个屋子里全部都是陷阱，保证让他笑着进来哭着出去。好了，二楼就比较安全，我在这继续玩会游戏。可恶，居然在门后放陷阱，他肯定躲在老王家里了，在这门后。啊！又被坑了，大意了，没有闪。哎呀，前面有个弓箭，看来是考验我的射箭能力，看我给你们教学一波。啊！这还有按钮，我就不信。班主任见识到了我的厉害了吧，后面的拉杆不能动，看似这什么都没有，其实这上面有屏障方块，这里要跳过去，不然会掉到岩浆里。我走这边，这上面也有屏障。好了，过来了，趁他没来，我先在这玩会游戏。难道小子藏着楼上了？刚刚没搜，这次我得好好检查一下。一上来就看到了和拉杆，应该不会这么随便吧。再试一下这个拉杆。嗯，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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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操。后面那个命令方块是假的，动了就会嗝屁。把这个玻璃挖了，等下班主任过来了，直接让他原地升天。再往这个通道上面放两块石头。这样就万无一失了，接下来就是游戏时间。这上面竟然有屏障，这小子够阴的啊。对面有个命令方块，过去看一下。这跑酷对我来说就是简简单单。咦，怎么没有按钮？奇怪，那不在这里，到底去哪里了？可恶，又让他小子跑了。